松山站快到了，各位旅客，熊山，这位到了，各位旅客，熊山 platform gate， we are now。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那个竹子的台湾台湾芦竹，那它的竹片的那个那个竹的上面台湾芦竹，你看有些像竹子那是台湾芦竹哈，很好，好，因为比较有好看的不是。好，来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刚刚在车上还没说完，好，这峡谷会要的运动英文是什么？叫 CS， 好，待会你看一下解说牌，它是 Mountains， 好，好，这就是九曲洞的大理岩，啊，那石灰岩。石灰岩经过电子这种高温高压，它里面的珊瑚礁都融掉了，融到还没有到岩浆的浓度，你看它温度有没有？它会这样，因为它一直只是中间石头稍微就硬一点了，河水从两边一直过来，啊，有没有还不知道的？比较容易的话，这会说吗？所以呢，慢慢就开始说睡觉的地方。那老师小时候都是。脚踏车、摩托车、跑步都是这一种。这边是九曲洞最漂亮的地方，好，你看下面的岩层，这个都给你面积哈。好，来这边再放了两。好。这个什么效应？叫白骨地基哈。多少？这边就封起来，这边叫做峡管效应哈。这边就比较。我的建议是啊，你可以豪迈一点，就整堆。
这个夹出来就好了。口罩没有拿下来的同学，帮拿下来。你们三个口罩都拿下来。